今天呢，我又来说大实话了，我不怕得罪人啊，给我点个小红心，揭穿你们男人最大的一个秘密。男人喜欢的东西啊，各有不同，那有的爱吃，有的爱穿，有的爱喝酒，也有爱抽烟的。那唯独有一个啊，是男人都喜欢的，那就是泡妞了。有一句话不是这么说的吗？男人不泡妞啊，心里酸溜溜。那又有单身的朋友又问我了，那到底应该怎么泡妞呢？今天呢，我来告诉你一个泡妞神器，你呢可以用它来洗头、洗脸、洗澡都是可以的，成分温和，洗完澡啊全身清爽又不紧绷，而且啊它还会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古龙香味儿，而且这个香味儿啊可以让你的感情迅速升温，你刚靠近一点点啊，它就已经闻到你身上的味道了，你说哪个女人能够抗拒得了呢？我觉得每一个男生啊至少要备上个4-5块，左下角赶紧去抢，4-5块，左下角赶紧去抢。